次欢迎并且感谢各位今天依约前来出席我们这一场盛宴 Blantastic Fine Dining。今天这个晚宴呢，对这个素食，第一首先很难忘了，那真的是很惊讶的，这个素食可以做到这种程度，是一个不同的体验。听讲今晚咧就有豆腐花做甜品喎，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豆腐花嘅，我非常之期待，真系好为食噶我。这个整个晚宴的那个气氛呢是非常好，所以在整个晚宴呢这整个过程之中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到有人说是不好的，每个人出席的嘉宾都感到非常的开心，他们能够吃一个 fine dining 的一个素食的晚宴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，在马来西亚目前是第一家，将来所以越来越多人了解吃素的好处啊，有些人学得很快，有些人要一点时间来学习，有一些人完全不会啦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鼓励啊，教育跟大家分享吃素的好处。这个创作也让大家都喜欢，会继续延续我们的林毅，再创造更多一点的元素料理菜让大家享受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这个目的，那么最后希望说大家今天晚上吃得开心，也谢谢你们大家，谢谢。